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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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那我们今天呢讲一下这个开悟的条件。我们修行啊有一个目标，那么这个目标就是要开悟，就是要领悟这个宇宙的这个真理。那你本身要开悟啊，它有很多的条件，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，像第一项，要有一个啊指导你的这个上师。这个指导你的这个上师呢，他假如是一个开悟的上师，那就是很好啊。你就是应该讲起来，你就要很珍惜。要珍惜什么呢？珍惜啊而接受他的指导，而你要经常啊，这个不明白的地方要去请教，啊，接受他的这个很珍贵的这种开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因为一个开悟的上师啊，是很难找的。一般来讲，一般的上师啊，都是什么？教学上相长，他一面呢、啊、他在教你，一面呢他在学，这个叫教学相长。那事实上啊，一个真正开悟的上师，你哪里找？你找不到的。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时代，佛陀他本身呢、啊。他自己也是经历了一番的这个修炼，因为他看破、啊、这个生老病死，要找一个解脱的方法。那么他出家到苦行林，六七年的时光，他拜了几个师父，开悟没有？没有开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开悟的师父啊。结果呢，他在菩提树下啊，他开悟了。这个佛教的佛陀的本身的教理就是这样子传下来的。那我们晓得这个佛陀他领悟的这个道理是三法印四圣谛，这是后人给他结集起来，四圣谛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缘。这佛教的教理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你现在明白了佛教的教理以后啊，现在问你到底开悟了什么，那么有些人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啊。你从苦集灭道去追寻，从十二因缘去追寻，真正开悟的境界啊，如何去直接指出来？所以你有一个这个开悟的这个上师啊，来指导你，就比较直接一点。你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一个开悟的师父啊。一般来讲，一般的师父啊，都是普通、一般性的。你找不到开悟的师父呢，你找到的就学一个基本上的这个佛理，问他什么是开悟，他不一定，他自己都没有开悟，怎么能够讲出开悟的话呢？怎么可以教你开悟呢？那就是教你，你自己去找，我没有办法教你，你自己去找。
那你自己就好好研究佛理了。三法印、四圣谛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缘，你自己去找，自己去修。所以这个当然了、啊，开悟是很难讲出来的，很难很难的。但是你要接近的，那个已经很接近的，能够让你醒悟的话，能够从师父的嘴上啊这样子留下来的，那你不明白的话，你找不到开悟的师父的，到哪里去找都一样。你不懂得珍惜，你在浪费时光，这个都是很可怜的。甚至于你碰面了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开悟。开悟有四种德，四种德，四德，就是我们《高王经》里面呢，《高王观世音真经》里面呢，常、乐、我、净这四个字叫做涅槃四德。所谓涅槃呢、啊，就叫做解脱的境界。涅槃很多人把它解释成为死了。一滴水啊，滴到大海就没有了，那是错误的。常就是不变的，你开悟了以后，你永远就不会再变了，这个就是常。你常常能够这样子永远的不会再失去的。我讲过这个炼金啊，这个你金子啊炼到成金子，金子不会再变成金矿。这开悟就是常。乐，你永远保持着大乐的心，你永远都得到大乐的，因为你一有这一种心啊，一种解脱的心，你永远就是乐嘛。这个是常乐，就是大乐。你解脱了嘛，解脱当然是乐嘛，你没有痛苦嘛，你还在哭的就是没有解脱的，除非你替众生哭，你为众生哭是因为你慈悲众生你才流泪的，不是痛苦，也是痛苦啦，也是痛苦没有错，但是呢是为众生，因为众生不明白啊这个涅槃之乐，你自身已经解脱了，这个是乐。告诉大家哦，这个诸法无我，涅槃有我。涅槃不是一滴水啊滴到海里啊融合为一体就没有了，涅槃有我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有我，这个我字就出来。在真正的涅槃境界里面还是有这个我在的，这个我不是神我，而是涅槃有我，这里面当中很奥妙的，只有真正开悟的人才能够讲得出来。还有一个净日，光明，清净光明，常乐我净，是涅槃四德，要能够讲得出来。你能够永远保持你的乐吗？你能够永远有净光吗？有清净吗？有光明吗？你达到这一种境界的时候啊，你才算是开悟的，开悟的境界的。要讲的很接近这一种开悟境界的道理出来，才是真正一个开悟者。
这个才是、一个真正的上师。Om Mani Padme Hum。